家新聞嘅中篇傳來咧好消息，由記者胡文志、蔡一飛、王英清製作嘅本人強兵體嘅演碟《內地報道》，得到咧由台灣應用平凡協會期盼嘅2023第八屆平年年度新聞獎，讓延續即時新聞類嘅狀況。今年係舉行咧頒獎典禮，客家新聞係連登兩年得到一個獎，得到咧八屆好嘅評審。董浩的评价。接下来要颁奖的是影音组的即时新闻。那这则新闻是客家电视台。客家新闻关心平原议题，在高速度前听。记者傅分子、蔡一飞、王建切，托今年2028推出的本年特别特的演碟《内地报道》，得到2023第八届平原年度新闻奖、杨建祖即时新闻绿叶奖，得到评审团国土共识统一通过。报道让我们知道，其实在不同时期对于228事件以及对于这些民主先烈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不同的资源。亚维本单位设立做225工业，不过转型正一转到内维县哦，规工业都放枪枪诶。对于讲没有的民主演烈工业的情形，提供本观众做在了解台湾祖上2100同拍摄恐怖时期的历史比较，反映出某恐怖时代年代的侦查。俺感觉系列嘅主题不爱真多启发，真多2100受害者嘅声音都见一望被填出，后摆未用技术用新闻工作者嘅身份来替个人发声。当今车符合佮先生佮个家属接受外头个访问，啊，透过佮个故事来更知道当多客人伫228事件当中，望本人伫个故事。台湾宋人阎王去草龙个个案件当多，台湾演员频繁协会透过潘新闻奖鼓励媒体平台莫分族群。勇敢的同宋人阎王的人发生。客家新闻蔡一飞、傅分子台北报道。